零六十三号的老王是你。好，我们现在在亮亮咖啡吃松饼。那我先拿吃给大家看。它的奶油，口味甜甜的。妈妈都没有拍照，我把爸爸丢掉了。要服务的。妈妈都没有拍照，就你们就吃掉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它松饼软软的，很好吃。还加上美味。还加上美味的糖粉，超棒！好恶心哦！姐姐妈妈都还没有拍照，你就那个吃掉了。你还在跟爸爸讲吗？一样了，一样了。快没电了，快没电了。啊，这个融化了。你用那手机？哎，你袖子都湿了。我家妈妈可以吃几个？可以抽一牙，好甜哦！重口味，很好吃。我吃完了。你别吃一块吗？你只要吃一块就好了。给你吃两块，对不对？我吃爸爸。真的要吃掉了，对，吃掉可以吃掉可以吃掉。让妈妈去买，妈妈买一个那个松饼机回来自己做就好。耶！我都下雪了，刚咬一口那个，它叫雪粉。是啊，雪卷比较好吗？它雪卷包，雪卷超赞，这次还是好吗？还有热可可，没有热可可。啊，只有这一杯。巧克力牛奶呢？为什么不点了？后来不是说不要点吗？我有说要点。然后就有巧克力牛奶可以喝。小声点。